好大呀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OK， 我们打个奥文，不是，现在这上路都这些玩意了吗？不是什么山羊了，就是什么妖子了，要么就石头人了。哎呀，行吧。风气这么坏吗？这风气，现在的风气也不行啊！这把大树放哪儿了？大树也有啊，大树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现在的英雄联盟的上路的风气真是不太行啊。补刀是吧？补刀是吧？补刀是吧？山羊，让你补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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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补刀，还敢补刀？让你补刀。不插眼，直接也去找着包女儿去，把包女儿杀了。算了，咱先杀了得了，咱也不墨迹了，好吧。这红怎么的？我想打这红，你有意见啊？算了，不打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他往这里插眼去了，我们要他一波，我们再蹲他一波。来了，打不死。哎，我好亏呀，我上路兵没了。你这不送人头呢吗？走呗。AW 溜走，吃药。呀，怎么的呀？怎么的呀？我不让你回去，哎，怎么的呢？怎么的呢？那山羊指定搁旁边呢。哎，谢谢 Victory 接你，谢谢 Victory 接你。虽然我亏了一级啊。虽然我亏了一级。但是俺们给对面的打野玩，整的玩不了了。咋的？扛兵？多少个兵啊？硬扛。回家了。玩了。包女炸了，你也炸了，这叫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我们家狗头人不起来了吗？这不变相的狗头人无敌了吗？虽然说狗头人这个打野呀有点二。
没事，这波是上等马换下等马。我操，他六了，他六了，六级了，大哥，我的好哥哥。我的好哥哥，A Q A E A， 近身的 Q 不掉血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的好哥哥，这不就完事了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四级杀六级，俺们又点烟呢。这不是有点烟吗？魔法猫咪干哈来了？拉倒吧。别扯淡了，行不行？回家吧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不跟 EZ 走了，跟我走了。你跟中单吧，他游走。你跟一波中单行不行？你到底要不要助攻？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助攻？哎呀，我操！俺们家这狗头人太菜了。这包女前期让我打成这样，你都没干过，实在是有点让人难以忍受。也去红刷了，这波我们假装往下走啊，挡一下，视野消失，走，假装往下走，然后收一波兵，让他以为我们并没有想去红的意思，明白吧？然后呢，走到红区，找到包女儿。包女打完红没？看一眼啊，好像打完了，这不坏了吗？哎呀，坏了！包女去下半段野区了，这也不好杀了呀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不好杀了呀。巴吉奥恩。我们等级有点低，这把靠卡萨丁跟我。其实卡萨丁啊，更需要等级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不太相信这卡萨丁，所以我决定还是以我们的发育为主，让这个猫去跟卡萨丁，这样分他经验。少打了一个扣。假装要追，让他放大。这人不放大的怎么？哎，失误了，没失误，这波应该能打死我估计。
往中路走一波，快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。不追了，追不上。这锁魂典狱长咋600块钱呢？下路送的呀，挺贵呀这。我希望你可以放点技能，能放得更多。走，吃口死的，然后把他杀了，等个10几秒，我估计他应该觉得我要回家。给我没用啊，这卡萨丁小心点，再推一波回家出三项。德莱文饮血剑，挺狂妄啊，想扎我。我们其实有点亏，650啊。哎呀，三焰之银给了650，不过我可以买双皮鞋出来。当我上去那一瞬间，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，你知道吗？1000块，没有1000块钱，我们650，我们劣势角没有1000，劣势角还1000块钱，那就是没个翻盘了。山羊挺肥的，其实挺幼的，你看着吗？死了，但是再幼也没有用，我有点盐。我有点盐呢，小伙子啊。我把上路二塔拆了吧，拆塔很快的。哎W， 我下面来锤石了呢。还好我们没有赏金，没关系，也就300块钱。破败是没什么用的，上我身来，
这德莱文是感觉自己是有点无敌了，我这一看呢，怎么不上身呢？这小猫啊，这为什么装备？你跟我说一下为什么装备？本来他不装备吧，我都放他一马。还有你呀、啊。杀锤石啊！不上了，有没有红？还行吧，也就这水平，这属于正常发挥吧，要不然怎么当你猴哥呢？对不对？2500，差500，杀一个光盔女郎吧。啥意思啊？刚好钱够。这怎么叫上高地呀、啊？这啊？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没蓝呢，现在。追，能追，我马上到，给我追来。我们必须得杀德莱文啊！只要把德莱文一杀，这两个呀都没有用，这就是有点用，但是没用。追，不掉血，打赢了都不掉血。今天必须把他追死，好吧？今天必须得把他追死，把小龙打了，上高地了呢！哎呦我天哪！还好对面没拿几条小龙。把下路拆了，下路一塔还没掉呢。把下路一塔拆了，对面人应该是复活了。好，拆完走，该走了，探险家。这锤石怎么回事？还有你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可以打？就杀他锤石不行就？这不是可以杀锤石吗？不要害怕，好大，不能上了啊！套个虚弱挺好，没有多少血了这。先杀个包女儿啊！哎，德莱文可以杀，我跟狗头人烟给控住了。我们 E 这个三焰之影 WQ 九头蛇吓他一波，让卡萨丁处理他。找机会啊，杀拉克斯。这波点烟没套上，确实有点烦。
哎呀，这波应该套个点烟的，我感觉他必死的，他没死啊。他怎么没死掉啊？他给了个盾，什么盾？守护者啊。行吧，下回还是套点盐吧。来个血手这波，我看不出血手能不能出九头蛇。九头蛇2000多。九头蛇吧，虽然说有点脆。九头蛇，我明白狗头人抠炮车没抠出来是什么心情。我也是玩狗头人的，好吧。干哈呢？这不行啊，人家一塔还没掉呢。这位置好差呀，而且连视野都没有。我们赶紧迂回推中塔，知道吧？这送双 buff 确实还行啊。你俩打我掉血吗？先杀德莱文啊！这不五杀了吗？我这一看呢，快回来救命啊！可恶的三焰之人，可恶，太幼了。打不动啊！差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，我们五杀了。他不回来上我身，他上我身还能加点攻击力呢。他自己跑就是他要杀拉克斯，你就在我身上吧。进入我的身体就别下来了，行不行？不用下来，来吧，走吧。小龙他们要打吗？可以打一波。举报 AD， 我把你给举报了。举报 AD， 我这混着还要举报别人。先杀德莱文啊，别急啊，先杀德莱文啊，把德莱文一杀游戏就结束。我们有吸血，问题不大，让他追，不是让他勾，好推。跟你说了，别下来，别下来的。呀，这怎么有个满血的奥恩呢？你是不是感觉你无敌了？我今天我就得跟你碰一下子，我发现。又啊！我打死他！这
么右，哎呦我天哪！先走，哎呀，他给我一顿勾啊！我死了，给我 A 死他！一顿打呀！哎呦我天哪！来个血手，再整个春哥，我们神装了。跟他说一说，你别下来呀、啊！包女没打死，包女打死了，我们刚才应该死不了。把大龙打了吧，快点的，上不上了，快点的，上车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点上车，我发车了啊，打个蓝去，这个蓝卡萨丁，卡萨丁也想要给卡萨丁吧，等卡萨丁16也行，他现在15，马上16。你不用开大，他不能上，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干啥？干啥呀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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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个闪得了，3-5了，让他死去吧，这就别管了。这就没什么好管的了，这锤石是真能追呀，我这一看你是不想好了是吧，是不是想死，是不是想死，我这一看啊，是不是想死，吸，别下来呀，加速，哎呦我的天，扣他，你家都没了，我跟你说你还跟我在这玩，你们家都没了，我打死他，我给他耗点盐，哪那么幼，咋漏破了，我们打大龙吧，这回可以打大龙了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有没有眼儿，先打个蟹吧，回点蓝，然后把龙打了，狗头人给我过来，我们一起打一打，让他扛啊，他扛，我们不减伤害，他伤害没有我们高，200多一下，你这就把惩戒用了，
把这村哥卖了，村哥卖了，我来一个，来个破败吧。希望他们能和俺通用过几招。打个红去。黄毛拿了，拿了就给他了。拿了我去打他家的去。其实携手给他换了也行，但是携手配三项厉害点。563攻击力。他不在我身上，我也就是500的，我估计400多。他得上我身，他不上我身，我没有攻击力。我们过来把德莱文杀了。哎呦啊！没事，现在靠卡萨丁了，卡萨丁已经无敌了，不用我们了。呀，卡萨丁死了，没事，现在靠超级兵狗头人的了。怎么死那么快呢？现在看小黄毛的了，上个探险家，你已经无敌了，你被强化了，快上！挺累呀、啊。